风景里塞满透明的衣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咖啡糖咸玲，他是被冰变的陈彦宇。其实没有了。确定没有？真的没有？没有吧？前女友。哎，我觉得讲到冰变了，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啊，都那种心有戚戚耶。对。因为男生在那个登短郎的阶段当兵是必须，对，一来呢你很开心自己可以成为大人，对，但是通常如果你有女朋友的人都会很烦恼，对。其实这首歌墨绿色，墨绿色，它墨绿色墨绿色，它一方面它是讲就是被兵变，嘿，你不要这样。哎，我觉得通常我老实说，就是通常只要是男生，对于被兵变这几个字都会很敏感，那就跟戴红色的帽子没关系，戴这种绿色的帽子，你就会觉得人生挺欧几兵，丢丢。所以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兵变，可是这首歌写的就是兵变呢、啊。他写的是在。好，我觉得那其实也是自己幻想出来的，其实没有被兵变啊，我还是要帮我那个以前的女朋友过一晚，没有兵变，但是就是其实好像有一个，天哪、啊欸、没有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的那个兵变不是说哦他在外面就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或者，我感觉那个就是因为你毕竟你男生在当兵的时候，你没办法陪伴女生，然后没办法把心放在女生那里，那女生可能就是就有自己的生活，除非真的是，对，他就过了自己生活，但是他也不会把东西放在你身上。那当然，当完兵后还是在一起，就是那要恋情，但是在那个过程中，你会觉得对方的心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爱你了。我说的那个变是那样，并不是说他去爱别人，那有可能爱别人，我也不知道有吗？一定有，对，但是我说的那个，他就是一个感觉，一个你自己在。在当兵就是一个庸人自扰，然后应该是说你当兵你就没有办法决定自己要的生活跟人生是什么，真的讲了一副我刚当完兵有退伍的感觉。而且在墨绿色就是它是一个意识性，它就是雾绿绿的，然后就是很像在做梦，就是因为你在蚊帐里，你打开眼睛看到的也是那个墨绿色的世界。你是说在当兵的时候，当兵的时候什么东西都绿色，你在蚊帐你睡醒就是蚊帐，那蚊帐是绿色的，然后你看到的人，你走出去看到的人事物风景，全部都是绿色的。然后对，然后墨绿色其实在色彩学上面，它其实又代表了一个信任的意义。那你在墨绿色其实讲的一个，就是你对自己对恋情也没有那么信任。对，因为不信任自己嘛，你在那里面是没什么自信的，就在当兵你什么事都不能做，然后又不是去哇为国出征，你是在扫地，是在擦窗户，我老实讲就是这样，然后在拔草，对，然后在写周记，然后跟朋友就是想办法去躲起来，然后不要被总攻发现，然后去偷睡一觉，很废，废到底，所以你对自己不会有自信，那样的状态，你怎么又相信哇会有女孩子会很爱你？我们是知道你里面的故事，才知道他是其实是泪兵变。对，泪兵变。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有了第三个人，或者只要你观念完全不一样，对，分开那就是一种兵变，因为你是在当兵。是感情生变。对，因为当兵感情生变。这个解释有好一点吗？有挽救一下你男性的自尊。不是，我是不想要，就是是。造成他很困扰。对，大家在查这种女朋友是谁？没有啦，大家不要那么严肃。有时候那就是一个，因为还是好朋友啦，现在也还是好朋友。一个阶段的过程。好，刚刚燕有说他是个没安全感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应该也不太会有安全感。绝对没有安全感，我的另一半我跟你讲，你看，我没有跟。等一下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。你知道有一个行为学，他有研究过，当一个人只要把双手拿到膝盖抱着的时候，就是他最没安全感的时候。他现在一定还没有安全感，因为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。我是说真的，你去查，你让另外一半没安全感吗？他一定最害怕这个问题，因为嘴巴说着没安全感的人，通常都是不给人家安全感的人。真的假的？
真的。好，来试试看。来，隐居在深山湖边的老太太，她养了宠物，你直觉她会养哪一种？深山湖边的老太太 ，OK。A 恐怖食人鱼 ，OK。B 中型蜥蜥蜴 ，C 大鳄鱼 ，D 几只恶犬 ，E 两只大老虎。哇，哎，这个题目好吊诡，我要想一想。恐怖食人鱼。恐怖食人鱼。好，想要知道答案的自己到留言板下方，我们工作人员会留给你。食人鱼，两个都是 Ian， 你会让另外一半没安全感的指数只有20%，打不走也骂不跑的你，专情专一的你，让对方太有安全感了。其实你常在一谈恋爱就陷入感情的漩涡，除非自己醒，否则别人怎么劝也没有用。其实这个蛮准的，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也想选这个吗？我觉得这蛮夸张的。好了，那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如果你也是在被兵变的朋友，先去听一下这首歌。墨绿色听完就会变粉红色。下喽，拜拜。